上过妆了吗？那个，哎、欸，对哦，他是秉持着有点鼻酸的那种心态跟我说：“阿姨，阿姨，你擦阿姨，全家阿姨，全社区阿姨。”有一个东西我用了之后，维持一直很透亮感的好武器，就是这个。光速绝胶原蛋白，这个厉害，这是不是你们大家也都有在喝的？现在在喝，就是我跟你说，我们身边的人，大家真的是人手一支。这个是日本的百年老品牌，它为什么可以蝉联连续十年哦？台湾胶原蛋白卖的第一名的那个品牌非常有名啦、啊，那个一讲出来，应该全台湾人都知道，真的，百年大厂，嗯嗯嗯，因为很多人吃胶原蛋白哈、哦，要慎选品牌，因为有时候来路不明，吃的有效没效也不知道。啊，如果百年大厂呢，是一定没问题。那个 Melody 也有在吃啊，对，还有玉芳姐，啊、玉芳，哎、欸，好了，我就透露她年龄，她都51了，对啊，哇，看不出来，看不出来。嗯、你刚刚说光速绝，光速绝是什么？我手上的这个胶原蛋白呢，它的分子很小，浓、度很高，它就像光速一样，把你当唰散发到你的全身，进去上唰吃进我们全身，是全身的每一个角落。嗯，其实有喝过胶原蛋白的人都知道，有一些胶原蛋白是真的会有一些怪味，啊、会有腥味。它完全没有哎、欸，你们现在手上这杯是我个人的特调，完完全全没有任何胶原蛋白的腥味，没有没有。对，因为有时候就是你可能喝一下，你还要再去漱口或者再喝别的东西压味道，还有淡淡的奶香味，淡淡奶香味，大家慢慢喝看看，可以慢慢喝。你要喝其他东西压味道，可能还会增加卡路里，这一包才24卡。我跟你讲啊，为什么大家都爱喝，你知道吗？胶原蛋白，还有我们要美容养颜哈，好气色呢，不可或缺的是维生素 C。对对对，它这里面也有维生素 C， 而且它这个维生素 C 就是已经可以陪伴你一整天的，你就不用再另外补充。其实你要吃胶原蛋白也是需要维生素 C 来做合成，它会叫光速绝的原因也是因为它让你光速有感。你当然不可能喝一天两天就有用，可是大概你可以喝个就不到一盒，你就可以感觉到你脸是真的蓬润。而且之前朋友都在问说，他进厂维修的话，他可不可以吃这个？拜托，当然，我身边的朋友他们都有说过，他进厂维修之后吃这个还可以保持得更久，因为可能就是它可以让你的胶原蛋白留住 ，keep 得更久，可能半年做一次，他后来变成两年再做一次就好了。这样，我跟你说，这秘籍就在这边，然后传送门也都给你，要不要身体力行就看你自己。而且他们家订购超方便，你手机一滑上官网就可以订。另外你也可以打电话订购，像我这种比较微脑残的，他现在都是每个月会帮我固定配送，而且他现在是一盒都可以帮你免运哦。那如果说你想要真的试试看先的话，有这个现在有出这个比较小包的15包的，你可以先喝喝看，这个小盒的，你喜欢的话就再去回购大的这样子。